啊？你吃饭了吗？我还没有。No。No。No。Why? How? In how? In how? In how? Oh, I know why you say no because now you don't eat. 他终于说通了，终于想通了。他刚刚问我的是我吃饭了没有，我当然说没有啊。他可能今天自学了一下，他晚上今天要做火锅，做那个红锅汤，就是他们泰式火锅。你看这个超市，他们包装都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工整。哦，对，这一袋就搞定了。OK， 这是鸭头。我想，我看这个太多了，这个太多了。等会儿，给了他1000多啊，看多少钱，我不知道多少钱。OK， 开门。跟我分手了，这是马里奥，好，就这个人，我一开始不知道。就等着这个火锅开锅了，蒙古塔。我刚刚做了一个蛋糕，上面是个橘子，就橘子味的蛋糕。我感觉这是他自己创自创的，还蛮好吃的。我寄过来的那个大燕条，那个自己吃的话就买这种就 OK 了，大燕条。就是虽然不是特别好看，但是自己吃是 OK 的。如果送人的话，就买那种一盏一盏的整的整块的，都比较好看。昨天买超市买的那个鸡的鸭掌，然后这个是鸭翅，这个鸭翅。然后今天准备尝试做一下那个卤鸭，这个是准备料。当然有人朋友跟我说孕妇是不能吃这些卤料的，但是放心，那我会严格控制她的饮食。让她吃一个。只有鸭掌跟鸭翅，然后他们特别喜欢吃那个鸭脖跟鸭，我就没有买。好，今天试做一下。超过水的那个鸭掌，它的肉质都是我加了几块冰块里面，是不是很奇葩？是不是很有创意？这个火锅底料里面，看这个，这就是火锅底料，因为这边的调料确实不错，泰式酱油，担心做出来是泰国味了，不是中国味了。然后加入冰糖料包，加点盐，当然可以把鸡蛋下的软，应该还不错。好玩，要下这个吗？等盖子，然后等水开之后再来看一下。看起来不错，试了一下，感觉差不多了。虽然颜色不怎么好看吧，但是汤味还行。然后这个是出锅的效果，看起来还可以哦。待会等它冷却之后再尝。他居然偷偷的去拿了一个，这个还没等它冷，现在还是热的。你看看，他说这个跟我们上次在芭提雅吃的有点像，我谁？好吃。2小时的燕窝，现在开始煮，加入了一个冰糖，不知道这个冰糖够不够啊？第一次煮没有经验。然后加点枸杞，其实应该加点红枣会好一点吧，但是家里没有红枣。大概煮了半个小时吧，感觉差不多了，起锅吧。他吃燕窝，我吃鸡蛋。
音频没处理，好多多包涵。